千丝万缕虾，这个就是咱过年过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那个小炸货，它每一个里边都有一整只虾，但是这个虾不是这么大的啊、哦，它里边就是有差不多这么长吧，一整颗的虾。特别香，这个就是大人孩子都爱吃。老酥脆了，吃起来特别鲜亮。它这个虾肉还挺 Q 弹。每年过年我们家这种炸货都炸的可多了，然后吃完饭了就放那儿当个小零食吃。这个太香了啊。这个就是老少皆宜，这也能当饭，也能当菜，还能当小零嘴，就是没事尬的牙。